还试着把熟悉的扇子拳皇15做到了第15代，感觉更 Q 弹了啊。英特尔核心竟一直开抗拒之核阴影，不然画面会出现一点问题。之后是三场战斗演示，我这边玩得太菜了，就不手动演示。因为我觉得喜欢看球的人不一定要会踢球，这边有什么游戏要测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这边看热度啊，热度高的话我就测一测，会提供更多掌机试玩和游戏优化体验，这边可以持续关注啊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